不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都不敢相信他能做出这种事情。你今天下午有事吗？出去吗？没事啊，在家。你在家，那我给你洗洗衣服吧。你有啥衣服要洗？不用，我这衣服都干净的。哎呀，洗一洗吧，就这个吧。这不今天刚穿的吗？就洗它了。不是这个，我就穿了一回，你洗它干嘛呀？开始自编自演。口红呀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就知道我要给你洗衣服，所以说你特意给我准备个惊喜，是不是？你咋这么好呢？变脸，翻书都怪。这个不是我的口红。不是你的，在你兜翻出来谁的呀？谁放你兜的呀？那它不是我的呀。不是你的，谁放你兜的呀？我发现你一天，你现在怎么学的这么坏呀？你一天就知道跟你那帮狐朋狗友出去玩，一点好的不学，越来越不老实了。你不是这跟我朋友有啥关系啊？我跟你说，既然这事你不跟我解释明白，我就不回来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口红是谁的？是菲菲的。菲菲谁呀？菲菲是一个小姑娘。菲菲谁呀？菲菲啊？菲菲是咱家邻居，六楼的。不是，那你俩怎么在一起啊？你今天这事给我解释明白啊，解释不明白我就不走了。这事儿我可能真跟你解释不明白。有什么解释不明白的啊？来，我给你看看视频来。哎呀，就是我闺蜜她们，我们约好了吃饭，然后都是女生，不方便带你，我一会儿就回来了啊。来来来来，你给我回来，来来，不许去，来回去。